那个肱头肌、肱二头肌、嗯、下来的韧带在这里。哦、嗯，刚才我给它按就按这里，哦、就韧带把它松啊。那上面呢，肱头肌的上面的韧带在这里。这条两条在肱二头肌、嗯、它从这边上来一直到这边来，有没有、嗯、这个关节在这里就这样整个就拉到这里，我们按这里、嗯、按这里这起点跟止点都要按摩。我们刚刚看到有一条很硬的那凸出来的是哪一条？那个就是韧带，就这一条边边一条韧带、嗯哦、对对对。那起点是指在鸟喙、哦 uh-huh. 你看它是指鸟喙旁边一个关节面这样下来的、嗯、所以我们要按这里，对对，就这里、哦、来、uh-huh. 就是这里的这不是一个鸟喙、哦、这边松按一按松、uh-huh. 下来这整个肱二头肌下来，再来按这内侧这里、哦、这里内侧这个支点在这里、哦、按一按、uh-huh. 按一按啊，这是肱二头肌的慢慢啊。对，我是说这条这么硬的东西是那里面的哪一条啊？没看到这条这么硬的东西。这是那这个，包括这个韧带、啊。就是这整个就变成肉没有了，就剩下。剩了里面那条。哦，肉不见了，只剩下那块了。对对对，从这里你看，这里会转到这边来。嗯嗯。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本来是应该是整块的肌肉，现在已经摸起来就变得很少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哦。嗯、你看，你看，对啊，这是一块肉 啊，可是我们可没有看到肉了。肉不见了，肉不见了，见了，对，肉不见了啊、哦。韧带来到这边来了。那没有肉，只有那条韧带，这样怎么运作嘞？那就是这，我不是要做运动吗？哦，那它那个肉会慢慢增长起来，长出来嘛。对对，你看，我说按着不是吗？叫你按着这样动，这运动，这一定要动啊、哦，要动。那这里你看，现在松了，你看手可以，你看可以平过来了。嗯哼，你看，手要慢慢，它不，那韧带够松了哈，那个手会平起来的。哦。你看，几乎都平了嘛。你本来就卷的，一直让它卷着、嗯。你看，这样血管这么多，它血一直下不来。嗯哼。血一少的，光少的手就容易啊、哦，这边气血不足啊。嗯哼。所以不要让他手是卷起来，卷起来。有的时候卷得很厉害、嗯，更不好。你看，卷，你看整个都这样卷。嗯哼。你看，松，我看，你看这么松。李老师，哎，先告退哈。好的，谢谢你啊，啊，谢谢你那个面哈、啊，谢谢。施小力就好，慢慢拉，不要是大力，施小力，轻轻的拉。两边不是都各平了吗？脚也是一样。哦。所以说，并不是说他不能谦虚，只是大家都没有耐心。哦，教学要有耐心，像你100%的爱心，当然是绝对没问题。这个方法是剪给李老师第五次，有两种转法，剪一格一格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转头有两种方法是这样转，啊，这个不用转，这个是啊，这样转，还有一个是不动就不动，这样，两种转法。
说四个的嘛，还有就是全部的嘛。对。那你看啊，我可以，我是这样子，然后过来这样子，对，可也可以这样子。昨天给那个傅先生讲的啊，没了，我说昨天了，傅先生都讲一下，就在原地，就没有讲，这手感觉上都没什么肉，手感觉没什么肉。对，就是弹久了一定，你本身就是，它本身就是本来就是没有很多肉，再一瘦下来，那个肉更少。说你要做搓，但是这个它皮会不好，像它这个就是皮很容易，这久病了皮肤没有什么皮下脂肪，很薄，它皮会变得很薄。很薄的，怎么这是什么状况？里面很容易内出血，血管容易破裂，这个叫血管破裂。这些动作用力掐，血管就破裂。时常没有，平常没有做，就是才会有。因为他92岁了，皮下脂肪的几乎都没有。那皮下脂肪不够要怎么办？给他多吃点胶原蛋白。胶原蛋白还是多吃点油呢啊，油给他好油啊，给他点油哈，油脂，油脂是必要，但是很重要的是他需要的一型胶原蛋白，你给他煮一点猪皮啦，猪皮冻没有，因为你一直给他吃糖类，吃木耳可以吗？木耳打蹲成泥状吗？哎呀，对。木耳可以浇水。吃素，他吃素，他跟你吃素。他没有吃素啦，只是那养护所也没有素。只是我准备东西给他都是素的，然后说就都是给那个四菇粉的，是我给的24菇粉。他们呢？他们是吃那个营养的灌食的东西。他们还是煮了一堆这样去打一打。对对对。目标就是希望是一天要做4次，一天做5次对帮助很大，因为吃肉会不屈膝。等等哈、哦，你等等上午看沙棘油，早上那我不吃沙棘油，100下是基本的，乱下，没错，沙棘油有胶原蛋白是吗？不是，让它那个吃，很好，早上你去看一下，很多功效，沙棘油，我有，他已经吃了一罐了，沙棘油，对。是什么的？苏联的吧？苏联的。哦，苏联的。何老师送的。我等等给你。那好了，可以起来。对。可以起来。谢。你起来要做个屈伸。不知道怎么样。再去做屈伸。那个是屈伸。我最近又我有给妈妈吃苦茶油。苦茶油。嗯。但是台湾现在苦茶都是。假的为多，不是假的啦，就是混合油为多。对呀、啊，混合油，很那个真的有，去买西安山的。西安山的是真的、哦。西安山的山上都种苦茶，而且那座山已经超过50年不用药了。西安山的苦茶油去哪里买？西安山的。去高雄。没有。台北有西安山。我跟你讲，在罗斯福路的教会。西安山教会找他们的会友，他们不外卖的。那我怎么找到他们的教友呢？去教会里面找啊。这样。在那个罗斯福路那边有西安山的教会啊。他就进去就说我要找长老。他就说长老，你可不可以帮我？我要跟你们买。他就会指路给你走。了解。我刚刚才买了。一罐在那个棉花田买的。哦，
是你上网绿农的家。哦，绿农的家。绿农的家里面有一个何介成师兄，嗯哼，他那个山上也有种苦茶。哦。但是他的价格比较高一点点。哦。也是有。你买那瓶多少？大概是900块吧。1200啊，他原来说1200啊，我记得是1200，但是他说那个优惠期间好像是900吧，好像还送一个小的。然后平常的话好像1100、1200。对，1200棉花田的。那个是喜安山的，然后那个绿农的家那个是1800。哦。冷压，对，他们现在都说是冷压的了。可是冷压才好，可是那个喜安山的是热炸的话，有一环节。喜安山的一定很好。不是哦。哦。因为他是在供给给教友吃的。哦。没有什么外卖。嗯。而且那个山真的很冷的。你有去看过？有。为了要买他的东西，也乖乖的去那里做礼拜。你说去罗斯福做礼拜？没有，去假仙，那山上。真的。因为我要帮我的学生买。假仙芋头。假仙，哦，那个最有名。西安山上不是自己有那个黑熊自卫队？是他们是那个嘛？他们不缴税嘛？对。对啊。黑熊，黑熊那个不是，黑熊是民众。政府哦，那个对哦，那个喜安山，可是他们不是也是不缴税吗？